我们这整学期的课程是先让同学透过剧场的行政剧团的推展戏剧的模式，如何做表演创作作品的一个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让他们要知道剧场行政怎么运作，制作流程怎么进行，各组怎么进行表演创作，最后大家一起完成作品。这整个课程就是如此，而且毕竟这课程叫表演创作，所以要让他们在每个单元当中学习创作。先让同学去看节目单、节目手册，最主要是节目本啊，因为节目本它里面的所有的演从演出人，然后这个制作人啊、导演这些所有夯不啷当的这些人物，就可以基本上建构一个剧场演出跟剧场行政的基本的一个结构。所以让同学去就这个节目本，他可以他看到什么、发现什么，然后自己拿单子写记录下来。这其实帮助同学透过自己去发现，然后找到，然后我们再告诉他，其实这个节目单里面其实就是建构了所有剧场的组织内容。接续部分呢，我让同学再去透过学习单，那学习单部分可能老师们可以参看一下，就是里面有写很多的人物，他们自己去分到底是哪些是剧场行政组，哪些剧场创作组，他们可以先做一个前测，等到我们讲完之后，他自己再去发现哦，原本他想象的是正确或是不正确，我们就是做一个厘清问题。OK， 那当然这张学习单背后就提供了国光剧团的架构，让他们知道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剧团可能是怎么样。那接续部分我们做的是这个节目流程的部分，透过我提供他们小白板，让他们去写下。那因为是分组讨论，然后每个人又是不同社团，所以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哎，可能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做完之后呢，我再带入我已经提供给他们，包含是我自己的这个音乐剧创作部分，我的硕士论文部分的结构流程，还有这个 Miss Saigon 音乐剧西贡小姐，她的从甄演出前制作啦、甄选啦、排练这个流程，让所有同学去看哦，原来流程是这样子。这个流程没有所谓的绝对，但是它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因为每个剧团或是每个演出的需要，他去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过基本上有一些框架是不太会变的。为什么要在这学期一开始安排这个剧场行政部分？最主要是让他们大家知道，剧场制作需要剧场行政跟剧场演出部门。然后接下来我们这整学期就按照我们的方式去让同学按部就班知道，我们接下来这学期末我们要做一个期末呈现的时候，我们大概流程会是哪些。怎么扫不完？哦，走。
学生的发展的部分，我们就希望回到在地的一个资源。那比如说我们桃高的状态，就会是让孩子们以桃高的在生活，或者是说回到我们桃园这个地方，有哪一些是他们很在意或值得去探索的内容，然后去作为他们讨论跟发表的文才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呢，孩子们把这两个东西，就是他制作出来的文本，透过他们自己的身体跟声音去做一个画面上的创作跟排练。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在学期末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呈现。那这个呈现呢，我也希望说，因为想要在地这件事情，就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跟往下去扎根，往上去发展。所以往下扎根的部分，我们就希望他们可以到国中端的部分，跟我们就近的国中生产生一些连结。所以他们会带着他们的作品到国中生那边去做一个小小的展演，然后透过跟国中生的互动，让国中生的孩子们也去理解到说，哦，原来要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其实需要透过很多的练习跟很多的演练以及很多的探索。然后当国中端的孩子们感受到，哎，哥哥姐姐这个过程不是这么容易的时候，他们在观赏演出的时候，其实会带着一种比较贴近的心情或贴近的状态，来好好的看哥哥姐姐们的呈现。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这整个学期表演创作的一个思考跟脉络，这样。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在国小去做这样的呈现，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这群孩子他们在经过一个表演创作专题这样的课程之后，他们不要只是变成被动的一个学习者，我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主动的领导者，就是把他们的所学运用在小朋友的身上。那我将同学分为四组带到班级里面做演出，那除了做演出之外呢，然后他们还要带领小朋友做剧场的游戏跟活动。那在带领剧场的游戏跟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听他们讲话，那这时候他们要怎么处理呢？如何去让这个学生在不遵守秩序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制止，或是有一些同学提出一些需求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去给予，然后他们去学习当怎么样当一个领导者，可以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状态。第二个是在国小演出的时候，其实那个临场感是非常棒的，因为小朋友的回馈非常的直接，他们表演的每一个动作，所讲的每一句台词，小朋友给他们一些反应，感觉上都是很开心的。所以虽然表演的时间不长，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融入在那个表演里面，而且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这对于他们在演出的成就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回馈。事实上当时取材芦洲这个地方，好，然后取材芦洲郑成功在芦洲的发生所发生的故事，那是而且我们最后把他带到了就是附近的社区国小，其实他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故事可以用我们的有趣的方式，表演的方式来分享给这些入乡的国小的小朋友们，他们一样是在地的一些居民，对，然后也让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变得比较有当我们演出的场域其实是同样的社区的国小的时候，它其实它这个故事的一个价值性其实就会更高了，因为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个在地的故事，然后小朋友就会原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对，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土地的情感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跟感受，这样子。他们在各组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他
可以这置身于世外，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要诠释，刚才讲的，他要诠释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角色，而且是轮流的不同的诠释角色，这是说故事剧场一种形式。所以呢，而且说故事剧场有个非常更有趣的事情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个进出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就是走出幕后面再走进来这件事情，所有人都永远都在场上，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表演的时间里面，他们都要不管有没有台词，他们都要在某个情境里面，对，所以他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即使我没有台词，我要做什么？那我的肢体的动作要是什么？对，那我有台词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去表达？对，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一个他们在排练过程里面一个还蛮需要去思考的点。对，然后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那我简单会先从导演的工作，导演在舞台剧的任务有哪些？接下来请他们去，在上课之前，因为现在都是做线上课程，所以我先让他们去查一下最早的东方的导演是谁，西方最早的导演有这个名词是谁，然后之后才让他们大概了解一下哦，剧场基本的导演的历史是怎么样？那导演在剧场当中的工作任务有哪些？早期界定。接续部分呢，再告诉他们剧场导演的工作任务有哪些流程，从进剧场前、进剧场跟演出完的检讨，大概有这三个阶段。那我收集一些有关于其他的导演工作的书籍让他们去看。啊，这边导演部分啊，特别强调是舞台剧的，其实跟电影的导演工作内容不太相同，所以我也把这相关的资讯给同学讲。所以在上一周部分呢，把导演的工作、预先准备的工作内容，并且复习配搭剧场行政。我们看到西贡小姐，他们从剧本的构思、audition 的会议之前、预设会议，然后甄选演员，然后整个 round down 这样的流程，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导演他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的工作 loading 是蛮重的。先让大家读本。班上目前12个同学，可以分成三个小组，每一小组4个人。那刚好这剧本是爸爸妈妈、哥哥妹妹4个人，所以请这4个人部分呢，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partner， 然后呢，就这个戏的内容，在每一组再细分成4小段。那这4小段的部分，让大家来去做。如果你是导演，你要怎么规划？你要怎么设计他们的流程？好，大概上礼拜是这样。那这礼拜部分的进行方式，会先再次复习一下上礼拜的一些重点。接下来部分就是让他们实际来做这样的练习。哦，把基本的排练的椅子、桌子，让他们更有具象化之后，更知道怎么去练习。有可能有这样倾斜。好，桌子的部分前面有点像茶几的部分，因为角度部分，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坐椅子，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 LeBron James，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手和脚伸长就这么大，所以桌子的部分呢，必须跟椅子保持相对等的距离。所以如果正在进行课程的时候，会邀请同学一个一个的上来去摆设位置。如果今天只有一张主要的主人椅跟中间的横椅的话，可以怎么调整？跟你有2张椅子，跟3个椅子，一个桌子，一个长桌，可以怎么摆？它其实就有多元方式去 run， 而且每个人想法也不一样。这时候让每个人同学看同学去摆设之后，没有分所谓的对跟错，因为其实就像我在课程当中讲的，没有对跟错，而只有选择最好的来表现。同学呢就一个一个上前来，那我当然会做方式。基本上不建议老师们这样子做一个一个，因为蛮花时间，特别是你班级人数多的话，你可以以组为单位，然后你直接让同学去推选，或是你直接指派每一组的顺序，例如说每一组的 A1， 然后B1、C1， 每一组的1号，或是每一组的2号，就 A1 就 A 组1、A 组2这样子，
所以你先做预设推演，然后他们上来，然后尽量鼓励他们，就如同导演工作一样，你要先了解大家今天课程会怎么进行方式，所以你就先想，哎，我就让每组导演出来，或是我让每组担任编剧的同学先出来，因为你原本想要大概是什么样，那导演就会想，哎，可是我想不是如此啊，这就会产生一些可以思辨的地方跟讨论的地步。剧本的选择上，第一个，如果老师你们有办法自编的话，请你去参考可能马森的剧作，北艺大的，那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纪蔚然老师的剧本，或是你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剧本，应该都有在卖。然后呢，去选大概2到3个人的对白的戏，然后剧情不要太多，如果一场戏就可以了。一场戏你让同学练 run 大概6分钟到10分钟就很多了，6分钟到10分钟就蛮多了。那刚开始你可以让同学先 run 一下3分钟的，三分钟简单，因为那就看每个老师你们学校操作方式。那因为我在让同学操作这之前，我高一的一般同学都已经操作过简单版的大概5分钟的戏，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6分钟。这个基本的一些 base 之后，你再挑战它，它这个是叫做加深加广嘛。所以基本上他们自己已经有一些想法，所以你再难度加高一点点。那如果两个人对手戏，在导演场面调度来讲比较简单，也比较不好发挥创意，所以你可以加入3个人或4个人，或是5个人群体戏啊，但是不要太多。哪些剧本可能相对著作权版本比较没有那么有争议的，就刚好是。国立艺术教育馆它刚好每年都有办所谓的优良剧本这个比赛，它都会有一个优良剧本的分享、哦、所以你就去点选那些优良剧本，你可以选特优或是什么都行，但最重要是老师你自己要先看过剧本，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想要期待同学什么样一个成果，然后再去做这样的设计，所以剧本选择有这样的建议。我们在讲行政跟制作的时候，行政是比较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各部门的事情粘合在一起，那在讲制作的时候是就比较像是方婷老师跟文凯老师刚刚在做的这个，我如何执行演出表导演编剧，好，然后旁边这些艺术部门怎么样一起配合，然后最后成就在你进去了观众席里面坐下来看的那一台戏。我像我去看戏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看节目单里面的那一个制作名单，尤其像现在的戏剧演出的种类非常的多，然后你光是看这个演出名单，你都可以看出这一个制作它本身的结构，后面的结构有哪一些。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自主思考的，不用害怕说好像我想太多，同学或者是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 No， 自主自由，但是要自律，唯有自律的人才有办法让思想更自由。在学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多跟业界互动，然后打工，然后跟老师去外面实习，然后多看多甄选多试试不同的事情，多方的涉猎，这些都是可以延伸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去问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看到这些事情，找到那个东西跟你的连接，你就会知道接下来我要再去找到什么样的资源补充我这边我的兴趣跟我的好奇。好奇这件事情是不管创作者或者是作为一个人，好，应该都要保持的某一种小心情。我们如果能够一直对生活充满好奇的话，其实就会对于旁边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更靠近。